好好看，好好看，好好看，好好看。杂标IB，好好看。嗨，欢迎收看杂标IB，好好看。让你随时掌握全世界最新最夯的东西。那我是戴小编，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美国最大最平价的洗沐品牌 Bath and Body Works 的商品哦。大家有看到我们这张封面吗？超级多，也超级缤纷，就是属于少女们，就是一看到之后就眼睛拔了呀。对，因为它非常的好用。这个品牌呢，它是我们的美国超级大型，就是大概就是每个美国人一定会用，从小就会用到大的那种平价洗沐品牌。对，然后相当于像台湾的什么花王啊、蓬蓬啊等等，就是大家都会知道的品牌。重点是我们今天来介绍的商品是这个。超级可爱的干洗手，快来看看这个。它这个干洗手呢，小编当然不会只是介绍一个就是普通的干洗手给大家，因为我们就是不好玩啦。所以呢，小编为什么会介绍他们家的干洗手？那是因为他们家最有名的是他把干洗手的香味做的超级淋漓尽致，就是千千万万种的香都在里面，就是有那种国家地理香味啊，或者是植物的味道啊，或者是一些你吃的又吃的味道，都会在里面找到。所以说，不管像是我们像我们现在小编手上拿到的是什么 pineapple 啊，还是我们那里凤梨口味，它其实是我小编自己是很喜欢的味道，因为它的味道呢，就是非常的其实很清香，然后是闻起来有点是柠檬是凤梨味，而是又带一点就是青苹果味道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pineapple 的感觉，而且它用起来啊，你在手上的味道其实不会像是那种香精味很浓厚，所以它就是用起来也不会觉得哎、欸、好想吐了，反而会让你增加食欲，就是提醒你在吃水果咯。对，就是一个非常的有趣的。而且小编介绍一下，它还有一些就是还有点这种颗粒的。首先这个干洗手里面有颗粒，它的颗粒其实它的香料就是香味的来源，然后其实你在使用上就是轻轻一戳，它一下就会把那种香味颗粒就是给释放出来。像小编拿我们自己的，那我小编今天拿会介绍的是 Where is my beach 这个。那这个呢是我们小编今天会来介绍的商品，会现场试用，像这个，那我可以把它打开。打开来之后呢，就是稍微给它洗出来，看到它就是有一点蓝色的，然后又很滑润，然后又带一点点蓝色的颗粒，然后你还可以把它打开，就可以开始洗手。它其实它酒精浓度很高，是有68%，所以基本上它是可以完全消除我们手上的细菌，而且不用到很快，不用到很久的时间，它就是可以完全这样子刷。就是很干干净净的，也非常的干净，而且非常的舒爽，用完也不会有什么黏腻的感觉，而且会感觉到就是它可以，就是指甲缝啊，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缝隙，它都可以清洁的干净。就是在抱孩子之前啊，或者是在就是出门外面回来就吃东西之前，其实我觉得随身带一个干洗手很重要。那说到随身带干洗手，我们一定不会这样子。一般来讲，干洗手就是一大罐，就等于这样丢到你行李箱，丢到包包而已，就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。今天小朋友跟你分享一个，干洗手也会怕冷，所以他需要一个外套。他外套超级多，还有这个，就是刚刚在预告片的时候呢，就有跟大家分享的外套，还超可爱的这个。他最近啊，8月的时候即将会上映电影叫《Emoji》的电影，它的质感超级好，然后我们的干洗手呢又跟它做联名，所以说你就可以带着你喜欢的笑脸，或者是喜欢的哭脸，或者帅气的脸，就可以跟它带出门。而且它装法非常的简单，因为它质感超级好。先来看一下这个，就是小编自己很喜欢这个，就是身为少女们因为爱的 bling bling 的。爱心脸，超可爱的爱心脸，对，而且因为看到它质感超级好，它的这边呢，它都是铁，就是铁是镀金的感觉，然后而且上面是宝石，而且它质感是硬的，很硬，
所以说你也不用害怕说就是可能挤到外面啊，在外面会脏啊干嘛，其实它就是一个花屁屁碰碰都用这种镀铁，就是镀银的那种状况来做，所以说它质感很好，而且它这就是那少女最喜欢的红宝石，而且很漂亮，而且很质感。然后像小编已经套上的就是这个，就是你要吃你的那种干洗手，就可以把它套进去，这样子。然后后面做的很好哦，就是你想要做你是什么样的，就是干洗手的口味，它都会意义的，就是给你刚好有洞可以让你看到，就是可以看到，来看一下，给镜头看一下，是不是很漂亮？而且你在使用上的时候呢，你只要把它就是吊着嘛，就是把它打开来，你就可以使用。所以是不是非常的轻易惊人呢？是超可爱的。对，所以小编超喜欢这个，哭笑不得，就是可以送给你的朋友。对，但是其实我们现场还有那个夏天小编最爱这个红鹤，它是红鹤。你来看一下它眼睛，它的眼睛呢是我们的黑色宝石做的，不是一般的那种，不是一般的用画上去的，是黑色宝石，所以它做起来非常的值得，就是大家收藏，因为它做工很细。红鹤，超可爱的红鹤啊，怎么会错过它呢？哎，它做法有点像是游泳圈的感觉，所以就是现在最近最潮红色的红鹤游泳圈。它是要怎么装呢？是要这样装，就是找到一个喜欢的样子，它喜欢的图案，就是放上去，这样套上去。你也可以把它套反的，基本上是要套反啊，就是这样套着反的，套反，然后你一样就是可以把它塞进去，因为它是细胶，所以说你不用害怕说它被撑破啊干嘛，它其实就是完全符合就是它加干洗手的样子，看就像这样子，会可以要带着走喽。对，是很可爱，就是送小朋友啊，带上这个包包外面，其实也非常的有美观的感，就是美妆的美观的功能，然后也可以提醒小朋友说，哎，这个该洗手的哦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怎么突然间叠字了呢？对，这就是非常的亲爱，就变可爱这样子。然后跟大家分享哦，就是除了就是这些香味啊，千千万万种，更厉害的地方是它非常的平价。一定要好好说，它非常的平价，有多平价呢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一二三四五个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多少钱？这五个只要299，五个只要299，哇，掉了，五个只要299，是不是超级便宜？一个，而且重点是299还含运哦。还含运费，但是我先后在台湾的话，你大概是只要一天到，三天内已经到家，三天内已经到家，所以说我们现在订的话，就是礼拜一就可以拿到了，而且是五个不同的口味，你就可以分享给你所有的好姐妹，然后你可以再加订她的外套啊，就可以就是变成一个很精美的礼物咯，是不是很可爱？但是五个只要299，超级划算，一个不到60。人家外面还要含运啊，干嘛的？又不值，对不对？五个含运299，超便宜！我真的是看到我就觉得很开心。我们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洗手乳，还有它的这个泡泡沐子洗手乳。那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？虽然两个感觉都是洗手乳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就是一般单纯的，就是类似精油类的洗手乳，然后它的口味是那种莓果玫瑰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图案，它的图案就是很明显，就是那种鸡尾酒的味道，所以它其实还蛮适合，就是一些少女还有一些少妇们喜欢下午茶，就是下午茶完的时候洗手可以用这个，就是还蛮有感觉的。然后这个呢是不同在于说，它这是泡泡沐子洗手乳，大家可以认头，头是白，就是泡泡的洗手乳。它的泡泡洗手乳呢，就是你挤出来之后就是慕斯的感觉。那其实它们两个相同的地方是，它们洗完就是清洁力都很强，可是它完全不会让你觉得双手是涩涩的，甚至还有一点保湿，而且还有一点滋润，就是不会让你洗完手觉得天哪，我需要一个洗手，就是那个护手乳这样，只是不用的。所以它洗完手不止还会香香的，还会就是可以帮你做一些就是滋润和保养功能。
就觉得还蛮舒服的哦，是啊，超级推荐。而且他们各有五种的香味可以做使用。对，再来呢是我们的沐浴乳，以及我们的香氛蜜的乳液。这个，对，因为其实啊，他们沐浴乳其实跟那个洗手乳一样，跟乳液一样，全部都是千千万万种口味。非常多，所以说呢，看你们喜欢的话，我小编很推荐，你可以把沐浴乳跟你的乳液就是选择同一款的味道，才不会就是有冲突或者有点混乱的感觉。所以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这样子，所以呢，就是自己买同一组味道的话，你可以让你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喷香香，然后还可以持续一整天，就是所谓的少女的清香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少女的心香，别忘了下周五同一时间12点半，所以小编陪你分享全世界最新震撼的商品哦。那我今天直播就到这边，那我们下礼拜五见喽，所以晚饭，拜拜，拜拜。